很想很想一直做的事，其实也没有很梦寐以求啊，就是两个礼拜前我一直吵着我一定要一个书桌在这里，我们平时哦剪片啊那些地方哦就是在这里，就是我在这里剪片的，看到吗？这些就是比较三八的妇女们都在这边做着工作，这地方就是太阳直接照射的地方，真的是西北西北的晒，有没有很热？就是我们第二个女士的抱怨。哎，不要抱怨啊！我们家人不是很爱上镜，对。今天的改造哎，就是需要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我房间的构造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个床啊，弄到整个房间的格局变得很小，这个木偶又是很实心的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全部敲掉，然后我就要尽量找一个比较符合这个床的床架，不会超出那么多，真的是太多了，完全就是放不了一个椅子和桌子，完全移动不了的那一种。我们现在就快把那个下面的木板拆掉吧，来 ，Come on baby！ 现在我们先把那个床搬出去。嘿、hey, ，我要一个帮手 ，Anybody help me？ 想必就知道我的家人非常的冷血，真的没有人要帮我们呀、啊。会开心吗？会不会点头？没握手 ？And and 本宫开心，开心开心吗？开心吗？点头。OK， 那是我二姐夫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房间呢，以前就是一间厕所，所以才会有这个东西。那片很厚很厚的木，想必我这二十多年来都睡在厕所上。嗨，妈咪。来，蚂蚁工人进去里面喷，所以里面是有摆蚂蚁的，所以我的决定是对的，就是要把这东西拆掉，我拯救了大家的性命。那个边边多么的可怕，然后还有白蚂蚁在里面。OK， 这个画面是 CC 弄的，你们不可以怪他啊！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 ，OK， 不要动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你不要动啊！对啊，你不要按东西啊！哎，你录到姨姨吗？你要录到姨姨。OK， 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就这样子定格，注意啦。哦、oh, ，这个是拆掉过后的画面，这个已经开始上白蚂蚁了。哎呦，妈咪喷不死我，它还是会动。各位，我发现这里有一只藤条，这个藤条呢，应该就是我们以前啊小时候怕被这位女士打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藏在床里面。哎呦，记得这边录音是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录啊，没有录的。擦掉呗，妈妈扯掉的藤条，妈妈扯掉藤条了。我鼻子等一下就坏掉了，这线头的裤子很丑嘞，怎么办？我应该换一个裤子才。耶、yeah, ！现在我们就是要去宜家买我们要的家具。其实我已经在上网的时候就有查几个我比较想要的，只是上网的时候摸不到实货，有点没有安全感，所以要到宜家问了货，然后再来买。可能我选中了，可能材质不好还是怎么样，是不是买一个安心？是不是？然后其实哦，这个影片哦，算是我的生日礼物。其实哦，我不是很明白啦，为什么一个哦爱瘦身的可以送我那么贵的礼物？哎，我觉得他老黑的，是不是偷偷老黑？我的税局你可以查查一下他。哎，还是顺便骂一下我姐啦，她现在单身，我觉得她有点可怜。不哪一天当出嫁当什么尼姑什么之类的。小姐，嫁到有点快哦。我的生日。Yes， 我们已经定好了。可是因为他不能现在拿，因为床架真的太大了，所以我们就拿进来啦。然后这张 view 呢 ？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。
to me. Happy birthday to me. 很开心，很爽。我们现在去付钱。Happy birthday to m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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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要准备回家。Delivery 就是不可以马上组装咯。刚问了他，他就讲要等到两三天才会收到这个货。那我们两三天后见。迫不及待等了两三天，一直在想，哇，几点会来，几点会来？终于呀、啊，终于到了！我现在要从哪里开始？可怜的常勇，来到不是时候。对，今天我多一位佣人，请拍一下自己。我一来这边，我就是要帮他组装，帮他拍东西。有点小可怜呐、啊。谁来帮你拍那么多东西？来，请我们的佣人帮我把我的床搬出去，谢谢。快我吧！哎，你不要那么多戏可以吗？OK, go！ 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蔡长勇，你练 gym 是对的嘞！哇！现在我们就要拿这个他给的一号跟二号进去先。这个有点重吗？这个是重，没有我小队长了。啊，不会救我们。我们现在呢，其实也不好怎么抓，所以我们先打开再讲。好，来。下个好标题哦，整理家里差点往生，好累哦，这些妈的什么螺丝啊，很累哦，是不是把我当苦力这样用哦？哎，我自己也有做苦力啊，觉得家吃真的不简单，真的很累。我觉得这个是组装的最难的一个部分了。你看是不是好难？你看我的地方吗？我都要讲转呢，我还转这样久，转到吃饱哎。我们现在有点心累，这个木板哦 ，suppose 要直接跟这个一起钉的，可是我们做错了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些弄好的再弄出来，再把那个东西钉回去才是对的。这明书没有写清楚啊。是它太不明显了，所以我刚刚就在想，就问奇怪，先做这个东西，可是这个东西没有做任何作用，就这样放在一边，可是我们。差不多要钉完了，给我宣泄一下呀！ Yeah, 应该是要这样子，有一个木，然后锁进去的。终于现在在做，另外一边刚刚一个不知道怎么来的伤口，我不知道怎样来的，可是还好没有很痛。其实已经差不多，那个形状已经出来了。你看，哎呦，哇，蔡长勇，你真的有这个天分哎！手法真的好。他刚刚那个旧病又复发多一次。所以哦，由我哥哥来帮我弄我的书桌，因为我现在要忙着另外一个东西，
非常的突然。我哥哥讲哦，等一下我们排完东西，他就已经组装完了，所以我们来验证一下，是不是我们排完东西他就组装完呢？是母蛋，耶、yeah, ！然后刚刚我们已经拍完影片了，所以我哥哥才装好一个橱而已。哇，真开心！我的佣人要回家了，好辛苦哦。看一下你的脸，你看脸被刮到，瞬间毁容。你的头发很长。哦，拜拜，佣人，小心开车。我的，拜拜。他现在炫耀很厉害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几辛苦，我们用螺丝掰这样子转转转转转，他用电钻这样子转转转，几块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早上哦真的是手红到啊两个，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让专业的来。哇，很舒服。哎，你慢慢弄啊，啊，加油你啊。啊，那个小鹅厨跟我放那边。对，没有错啊，去拿另外一个进来啊，有哥哥真棒。来板啊，板进来了，板堆。对，就是这样子耶、yeah, 我就实作完成了。哇，大家，我终于把这间房间弄好了，然后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剪片子了，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，在这么凉爽的环境下。然后这支影片你们应该是看到我一下子不化妆，一下子又化妆这样，因为呢我之后会发布一个影片，你们可以猜之后是哪一部影片。当然这部影片要归功于谁呢？我的生日才会有这个影片出来，绝对是要归功于我后面那位的信用卡。我觉得这部影片应该非常长了，没有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改造房间会比台湾的 room tour 快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投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毕竟这个是自己的家，台湾的是租的。一直很期待 room tour 的观众，慢慢来哟。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